we have to hear that answer from Jamie. Oh, I was holding the mic. Yes. I'm still married to you. It's already 32 years. Okay, thanks very much. And I'm pleased to meet you. 非常腼腆的一对夫妻，我们掌声先给 Mr. and Mrs. James Gunn 好吗？谢谢。 May I kiss you? 哎呀，好有礼貌，拥抱来结尾，哇，深情相吻，谢谢 ，Thank you。那其实呢，我觉得18年来的就相处之道，我觉得如果是太太的话，我是以太太的来讲。 就是尽量少啰嗦，尽量少冗长嘛。我觉得夫妻相处，我觉得应该大家多一份宽容，多一份体贴，多一份包容。你爱一个人，我觉得除了爱他的优点，我觉得你应该要包容他的缺点。不然，那有机会我再次向你请教，嫁给我。 谢谢。如每个一天，每一天，斜吹着，便爱你多些，错多些，自满些。我发觉我最爱与你变色。那句明天风过了晴。哇。 请你嫁给我，我用这首歌表达我的爱意，因为我听说很多人结婚以后，有了爱情就慢慢淡化变成感情，所以我用这首歌表达我的爱意，说希望每天爱你多一些，请你嫁给我好吗？悲伤了。